好，翻嚟去火星戀愛都之前播過噶啦，應該唔係好 hit 嘅歌，但我就好中意呢個歌喎咁 都係算係早期嘅作品啦，可能係零四、零五、零六嗰幾年出嘅。話眨下眼，你周怡已經出到咗廿幾年啦，四廿幾歐噶啦，四廿四歲噶啦。咁你話我哋覺得啲咩後輩啊？咁而家當然都成熟啦，咩姚子玲啊，呢個佘詩曼嗰啲五都嚟緊噶咯喎，係嘛？即係，時光飛逝。好啦，嗱，我哋睇下美國大選先。嗯，咁啊，而家咧，嗱，如果睇埋嗰啲民調咧，大家留意一樣嘢啊，即使民主黨嗰啲黨報啲民調咧，講我哋唔講佢其他啲，即係佢哋本身嗰啲，即係紅藍州啦，因為基本上咁多年喺美國大選都係嗰幾個搖擺州咩？咁當然你話如果爆到哇，突然間屌你加州，哇呢、這個屌你諗咩？變咗紅州咁，哇咁多選舉人票喎，五六十張我嗰度，咁啊係另一件事啦。咁但係呢啲機會係好低嘅啊。咁啊但係就算睇翻一啲親民主黨嘅民調咧，咁其實咧希拉里嘅領先咧都係好 marginal 嘅啫啊。咁所以而家民主黨就好牛底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你諗下佢過去嗰啲選舉啊。阿 Trump 係永遠有啲隱藏票嘅，即係就算你話佢希拉里領先佢，喂民調領先佢四五個百分點都可以輸咗嘅，喺嗰啲搖擺州度。咁喂而家佢領先一個百分點啊，定點樣啊？兩個百分點或者即係一點幾啊，零點幾啊，咁真係好難搞啦。咁當然啦，你唔同嘅機構做嘅民調咧，亦都有好大嘅唔同啦。我哋睇翻呢個北卡羅納州先。嗱，北卡羅納州琴日發聲明啦，經過二十個月嘅審查咧，州選舉官員確認有747,000張選民登記咧係唔符合登記規定嘅，因此就失去咗投票資格。嗱，我就唔得閒去睇翻上屆北卡羅納州，好似都係阿春贏嘅係嘛？上屆我唔肯定啊。搖擺州先係啊，喂，點竟然有七十幾萬張？唔撚合乎資格嘅喎，咁係啲乜嘢唔合乎資格咧？北卡羅來納州嘅選舉委員會喺新聞稿入邊指出，大部分被取消資格嘅咧，係因為搬屋後未有新地址，又或者兩次缺席聯邦選舉被標記為不活躍選民。哦，原來不活躍選民係可以取消嘅。OK， 其他取消嘅情況死撚咗㗎啦。喂，即係嗰陣時嗰啲咧，幽靈選票。幽靈選票啊，或者咧嗰啲咧，屌你老母！喂，發出呢個130,000張又收翻屌你220,000張，嗰啲咧死咗咧，被重定罪咧，已經係申請咗遷居外州咧，或者甚至乎佢哋係寫咗放棄選民資格申請書嘅選民都攤埋落去70幾萬張。嗱，呢一啲係好危險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尤其是係執政黨啦。喂，咦？呢啲申請咗唔去投票咯，即係你知道佢唔去投票，咁咪用得咯嗰啲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近幾屆選舉咧，近年嚟咧二三十年入邊咧，呢、這個北卡羅來納州咧，淨係得個民主黨人就係2008年嘅奧巴馬，咁嗰年就即係美國夢啊嘛，係嘛清楚啊嘛。搖擺州入邊，譬如北卡羅納州都比較係比較共和黨啲嘅。納達咪比較民主。係啦 ，OK， 好啦。嗱，根據咧 538嘅最新民調咧，而家咧特朗普同埋何錦麗喺四個搖擺州，就係、是、呢個北卡羅來納州啦、喬治亞州啦、亞利桑那州同埋內華達州咧，嗰、那個差距唔夠一個百分點。OK， 咁你話係咪咧？其實我其他地度睇咧，唔係咁樣嘅啊。紐約時報嘅民調咧，嗱，紐約時報喎，咁就係、是、特朗普咧就喺北卡羅來納州啦，再喬治亞州啦，同埋亞利桑那等等關鍵州都領先嘅，咁啊分別係領先0.4啦、1.3同埋1。嗱呢一個就足夠民主黨驚啦，因為0.4咁少都好，但係因為佢有隱藏選票啊嘛。嗯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嗱紐約時報啦，啊都係啊，唔係郵報，大家搞清楚啊。咁喺17號到21號咧，分別訪問咗723個亞利桑那州啦，682個喬治亞州同埋682個北卡嘅選民，話如果今日投票會投邊個候選人啊？
嗱，頭先就係538嘅民調啦，呢、這個就係紐約郵報啊。特朗普亞利桑那州就50%，就領先霍錦麗45%。其實咧，霍錦麗有45%，我都好諗詫異嘅問題係啊。喬治亞州咧就49%領先緊霍錦麗啊45%。咁啊北卡咧就47%就領先緊霍錦麗啊45%。咁點解唔夠埋唔到數咧？有啲人係唔講嘅。咁好啦。普遍咧，呢幾個州嘅選民都話咧，特朗普咧，佢哋覺得特朗普選舉會改善到你嘅生活，而且咧擔心霍錦麗入主白宮咧，喂，可能無論係經濟同埋國際事宜，其實佢哋唔係咁識國際嘅啫，嚇、啊、都啊唔會有所提升啊。咁啊，報道就話咧，而家咧霍錦麗喺多數喺全國民調咧，多數全國民調咧。都係保持領先嘅，咁但係冇用啦，你全國民調。即係其實，即係可能有機會咧，就似當年咧戈爾啊。係啊。即係嗰屆咯。可能總票數你又多啲嘢，不過喺選舉人票你輸咯。選舉人票輸不特止，而且咧，不過我覺得今年就好難似戈爾，因為戈爾嗰屆咧總票數贏，其實就唔止戈爾嗰屆嘅，甚至乎你希拉里都係㗎嚇。上次就好近，咁今次啲搖擺州咧。梗係睇啦嚇，我諗真係睇啦，可能嚇、啊、都因為今次我覺得可能會有個驚喜俾大家啦。哇，原來唔係你哋諗到咁近嘅。不過佢咁多嗰啲非法公民，係啊，你係都話總言之一出佢咁多謀招，一出蠱惑你就冇得講啦。即係好低估佢啲謀招。係一出你一出一去到蠱一出到謀招咧，蕭生咧我冇聽啦，係嘛？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去到今日咧，都仲支持民主黨嘅人咧，嗱、這、呢個我覺得基本上已經唔使聽啦，真係好撚有偏見同埋好撚戇鳩啊！事實上最嚴重嘅事情係咪咩經濟政策啊，定係嗰啲咧？梗係唔係啦？最嚴重嘅事情就係美國，即係假如呢個世界要有大佬，大家而家去到呢近年更加明白啦，但世界點解要有大佬咯？那個大佬要做翻喺1945年之後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往後嗰幾十年維持到嗰個地球嘅秩序，那個大佬一定要係強嘅，有實力，唔係吹水嘅。喺呢一個點入邊，咁你就覺得喂 Donald Trump 未必係最好人選啦、啊。咁你覺得 Donald Trump 好啲啊？以 Donald Trump 為首嘅共和黨入主白宮好啲啊？定係呢個啊民主黨咧？嗯，你話佢經濟有得傾啲，你話佢即係蕭生啊，又話佢俄烏政策做得好，俄烏政策佢有幾好咧？有幾堅決咧？去到而家，至於阿 Trump 佢講嘅嘢，佢係咪佢跟住會唔諗美台灣咧？你估係嘛？一定要你哋俾錢咧，或者點樣咧？嗯，咁啊，大家好清楚㗎啦啊！就算係你美國一定要，佢一定要。quit again 真係一定要 quit again 先啦。如果唔係就冇噶啦。呢個世界做咩講咩啊？屌你個大佬一冧，大佬夠勁，大佬唔係大佬一冧就屌你老母，咪咁樣樣咯。呢幾年十年佢唔夠勁，你講咩都嘥氣。係咪咁樣樣咯？而家係嘛？好啦，我賣廣告，各位真係要留意啲今日嘅廣告。好，我哋逐張上睇。好啦。好耐冇見，我哋呢個 Ebia 嘅 Skin Relief 咧，咁我其實就唔係成日講嘅呢一隻咧嗱，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嘅，呢一隻我買好耐㗎啦 ，OK， 咁呢一隻咧其實咧佢有 Grab 6啦，即係所謂嗱，我哋通常話有石墨烯，但係石墨烯咧呢間公司就話實在太多，佢哋唔講㗎啦，咁我用呢個 Grab 6啦，滲透率好高，咁亦都係我唯一用嘅lotion 嗱，佢呢一隻咧。250ml， 佢應該係賣$269啊！開下一張，嗱呢一隻咧就仲強啲嘅，係 cream 嚟嘅，通常我哋搽面嘅。咁我咧即係我馬佬啦，我就唔理嘅，就無論個 cream 或者個 low， 我就唔用 cream 啊，全部用 lotion 就搽面又搽身，因為乾啊嚇，好滲透力非常好。嗱，所有我用過用户咧，個個都係真係直樹拇指嘅。嗱，一輪冇咗貨。
而家亦都最後亦都好快會冇曬貨㗎啦。OK， skin relief 159，lotion 就係呢個 cream 就159 ，lotion 就269。而家非常簡單 ，cream 加 lotion 299蚊。OK， 其實我一直都係賣開嘅啊。咁用開嘅朋友咧，把握機會上嚟買啦。OK。因為佢個 lotion 咧可能唔再出㗎啦，唔出㗎啦，淨係做 cream。嗱，如果講 cream 咧，佢嗰個 grab six 即係嗰個入邊嘅元素係仲多嘅，所以我嚟搽面咯，或者咩去斑啊、啊去眼袋啊等等。咁但係佢就我就中意用 lotion 簡單啊嘛，各有各啦。總言之，搽身就用 lotion， 咁我都愛嚟搽埋面嘅。299蚊一 set， OK， 咁大家上網睇下佢攞個咩獎，同埋公價賣幾多錢，咁你會翻嚟買啦。因為你走買一支都269咯 ，OK， 好，下一張相。好啦，我哋呢一個啊益生菌全港唯一一隻可以入埋你髮根嘅益生菌洗頭水，688蚊一支。嗱，繼續買二送一啊，買二即係價錢即係1300多蚊，三支400多蚊一支。我翻翻早排我斷咗貨，而家翻翻貨啦。咁大家咧？用開嘅好中意用呢個洗頭水嘅朋友咧，上嚟俾錢搞掂，好再去。好啦，都要講下嘅。啊，呢一個就係我哋嘅王牌產品啦，輪殼膜599蚊。我唔強調佢點樣去斑啊，點樣加強你啲關節啊。最重要係老人家，我好話琴日屋企有老人家就一定要食，每日食四粒。咁一個月份量咧就一樽啦。咁啊599蚊，你買夠六樽咧就每樽係啊529。記住 ，OK。呢只益生呢一隻誒卵殼膜咧，卵殼膜即係嗰、那個蛋，我哋十個嘅蛋啦，嗰、那個蛋衣啊，嗰度提煉出嚟嘅，咁營養非常好啊！每日食四粒咧，就等於食咗32隻雞蛋嘅營養啊 ！OK， 咁啊對老人家好需要營養啊，唔係後生仔噶。好再去，好啦，呢一個咧，我哋琴日講嗰只，我琴日用咗一晚，今朝我覺得好撚神奇，但我瞓多幾晚先啦，我覺得 OK 嘅喎，個頭冇咁痛喎，成日都 OK。咁啊！但係我會分多幾萬嘅，嗱，佢有賣開嘅。我見到喺eBay 嗰啲賣到成69蚊美金，唔好講啦。香港咧好多就賣緊438啊咁嗰啲啦。咁我咧399啦。如果琴日或者你哋唔使買咁快買住，我有貨咁解啊，同你哋講。因為咧，我試咗幾日先、但我覺得 so far OK 嘅、我老婆今朝問我，我 OK 嘅。咁啊，399，好再去。好啦，寶寶茶，記住。佢咧係愛嚟隔咗你嘅吸收嘅糖分，咁啊日常飲用我而家都飲用緊寶寶茶噶，168蚊一盒 ，OK， 買四盒就送多半盒，買四盒有個特價嘅就536蚊，即係130零蚊一盒啦。呢個係寶寶茶。如果你話有糖尿嘅問題咧，嗱呢一個咧係治標嘅，即係隔咁你啲糖分啊嘛。但係最主要咧就飲下一張。石盒茶啦，嗱、這個石盒茶我已經飲咗4日啦，定5日啦 ，OK， 貼皮石盒，咁啊，公價888，一般嚟講出邊賣799啦，我就賣749，啊，因為點解咧？我本來想加1蚊嘅，因為慶祝我哋偉大祖國個國慶啊，好，賣750咯，唔好，我就係賣749，好啊，74都夠，好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堅持飲下用暖水攪勻佢，咁啊，一定我有賣個攪拌棒俾你嘅，每買一盒都送一支攪拌棒。買三盒你可以選擇一個攪拌杯，當然咧可以要三個攪拌棒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、會 fix 到你嘅胰臟，你嘅胰臟功能正常就會有正常嘅胰島素分泌出嚟，於是乎就會幫你啲糖去代謝，就係、是、治癒你嘅糖尿病。嗱，喺我買呢個茶之後咧，我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supplier 或者網友同我講，其實呢個石盒茶咧係真係。佢哋最唔好話最後啦，我唔知道後有咩產品啦，好好嘅希望。咁如果你譬如飲開甜尿王 ，OK 控制到嘅，咁咪唔使轉。喂，如果唔係嘅，我覺得值得試嘅。我話因為好容易飲啊，又可以我嚟煲湯嚇。咁啊，749蚊定748啦，我唔記得。好再去。當然啦，木精眼藥水嗱，長路都真係有盡時啦。啊，點解咧？咁我都要我個網友個荷包咧。定一定先啦，係嘛？雖然佢話喂繼續去啦，唔緊要啦。佢今日又俾埋俾我睇啊，呢兩日啊，估咗60幾萬啊，係嘛？今時今日都有人買股票會揾到錢嘅，點解啊？我同佢講，因為你做咗功德，某程度咁其實佢而家我都未買到佢1/230萬啊，但係喂，即係可能呢個世界上就係有啲咁嘅嘢喎。嗱，780蚊公價，全市都賣緊780蚊。
580元 only 喺我哋呢個 Big Match， 咁你乜嘢眼陣？試一支啦，啊，我包你有意想不到嘅收穫 ，OK， 好，再去。我試下查，如果血糖未超標，飲唔得？飲得，但係如果血糖未超標嘅，不如飲下啊補補茶咯，平啲，日常飲，咁你就阻咁啲血糖，係嘛？實飲得啊！嗱，但係我要講個四合茶咧，提翻大家，如果有食開薄血藥唔飲得，嗯，食開薄血藥就唔飲得。嗱，皮疹靈，公價580元，皇家御用 ，OK， 唔特別講啊。總言之，所有蚊叮、蟲咬啊、蟎啊、細腹蟎咧，全部皮疹靈搞掂曬，580元嘅公價，我而家係350元，你自己計下幾多折 ，OK， 好，下一張。這個呢皮鮮靈不知道特別好賣，個個都說自己屌你好撚大達鮮，什麼牛皮鮮那些就是用皮鮮靈，一般 journal 呢特別有細路仔如果三個月大以上他想用就可以用這個皮鮮靈，但我們發覺大部分人都是買皮鮮靈，為什麼？因為皮鮮靈其實一樣可以針對他剛才說的那些蚊叮蟲咬的東西嘛，嗯，但是連大腹鮮都可以，他唯一不可以的就是細路仔不可以，小孩7歲才可以，嗯，咁所以如果啲冇細路仔咧，咁其實就差唔多十個客都買皮鮮靈噶啦，即係食先食夠大啊！咁解，嗯，都係350元嚇，而家公價。好，再去星龍翼。好嗱，星龍翼咧原價280元，第一特價150元。星龍翼咧係貨你賓州，最主要係做外嗰下嗱，但係其實個效果咧就同星龍王係有分別嘅。咁但係一般你話平平啲用下 OK， 不過佢亦都冇嗰種即係調節你個前列腺啊嗰種效果。好啦，我哋翻翻嚟呢度先，我哋唔出水出上住。最後咧，我哋講星龍王。話説我琴晚出到去做完節目，出到去咧，我老婆俾一張相我睇，喂有個客話爛咗喎，跟住我一睇，喂佢買支星龍王啊，翻嚟爛咗。嗱，原來咧佢個客咧，嗱我哋嗰支好似唇膏咁掹開嚟噴噶嘛，佢又唔知點樣扭爛咗。咁我老婆話：你拎翻嚟，我哋換個俾你。點知咧？咁我已經話肯定係扭爛啦，拎翻嚟換個俾你。好啦，點知今朝咧一早咧，我家姐咧就俾另外俾一個 cap 圖我。係。OK。咁啊，然後咧，我睇完個 cap 圖，我已經心中知道一件事啊。然後今日2:30，佢話2:30會唔會再嚟買？係。佢又再嚟買啦。而呢一個今朝我家姐俾個 cap 圖，佢2:30再嚟買嗰客咧，就正正係我哋琴晚佢以為自己扭爛咗。因為其實冇嘢嘅，佢擺翻落去一樣噴得嘅。OK， 嗰個客嗱，我哋睇個 capital， 我哋睇佢嗰個 message， 佢寫乜嘢？嗱，我哋睇最上先，唔使啦，搞掂咗啦。原來係向上推，唔係零，我搞錯咗。嗱，咁搞錯咗嗰啲嘢唔好講啦。零就變咗打開支嘢，原來向上推，好似唇膏咁開。唔好意思，誤會咗，我2:30就買。好啦，我想講，我平時都係報紙仔，最多玩5至10分鐘就一定射。今晚噴完呢支嘢，大幅提升戰鬥力，由5至10分鐘嘅報紙仔，足足插咗30分鐘。哇！你個體力要好撚持有喎。係咯。重要嘅係一路插一路硬，未軟過，而且係應該可以5至30分鐘噶，係由我控制，想幾時射就幾時射，我唔想對方辛苦。嗱，呢啲係大男人啦，唔想對方辛苦，插咗30分鐘。一用意念想射就射，真係好堅，十分開心，做翻個大男人。我聽日2:09過嚟再買多一支。好嘅，呢個腦海就開望我翻翻嚟先。呢啲咁樣嘅嘢咧，當然可以。喂，我自己寫完，話我假日寫完 send 過嚟咁樣 capital 啦。你冇一定冇人咁懷疑啊？冇咁撚勁啊！我馬傑賢。1967年10月8日，喺銀河系地球中國香港出世嘅馬傑賢。嗯 ，OK， 我飲啖補補茶先。對住燈火講，如果我喺度自己撰文做假卧室，我全家死絕，我老豆老母就算過咗身都要挫骨揚灰，我仔屌你過唔到22歲。夠讀啦啩，嗯，我仲要爛春袋，屌你喺度賓州城西唔識扯旗嘅馬建業，讀啊讀啊，呢啲咧係堅啪啪嘅，而且我同大家講明，呢只嘢我係由星期幾開始買啊，今日星期五，琴日星期四，
星期四開始賣，維持兩個禮拜。我同我向天發誓，我兩個禮拜後，我一定賣翻580蚊。嗯，我唔賣翻580蚊嘅。屌你有冇錯？我老豆老母喺無間地獄，每日受到啲惡鬼屌勾佢脷筋，篤佢耳膜。我一定賣翻580蚊。我350蚊賣俾你哋，乖。點解？喂，用十九幾次喎、啊、可以。嗯。屌你一次你230蚊。你有冇搞兩錯？有冇搞兩錯？屌你老母，好撚堅啊！我話俾你聽，琴晚話説我中原人，我唔係要做嘢，我保健。啲人問我，喂，其實你噴濕佢，有陣時唔使咁嚴重嘅，又係咪抹到好乾啊嘛？咁使唔使揾蚊蚊追到？即係正正常常，即係有陣時擠緊嘢食藥咁樣。喂，係咪朝頭早食好？晏晝，哎呦，好似你驚你之後啲人咁樣。其實你朝頭早你空肚食好咯。如果真係唔得嘅，你食咗嘢食亦都得嘅，即係咁解。嗱，首先噴濕佢一噴出嚟嘅好多濕噶嘛，水嚟噶嘛。佢話係咪噴溝頭啊？溝頭你又噴下啦，成條溝你都噴下，好撚細嘅啫嘛。噴下個春袋，然後咧噴下個回音。今日咧，我客個老嘢係咁問我，講嚟講去咩回音？我嗰撚係屌你老母！我試春袋後面試下前面啊，即係邊度啊？我話屌你啦，我冇閪，你上東莞玩條女舐你嗰度啊？咁即係邊度啊？咁你唔係喂屌你老母！屎眼前面有少少位嘅咩？兩寸位，然後先到春袋啊嘛。嗰、那個為之回音啊！回音都要噴嚟喎。回音要噴，回音就係個前列腺啦，噴嗰度，即係止夜尿啊！我借瞓長張尿。屌你老母！哇！交！屌你！我千萬，我千千支咁賣。其實老實講，每種產品咧，即係我哋買咗咁多年啦，唔得嗰啲唔計。其實咧，一個呢個男性補品，一個就係糖尿，一個就血壓。一個就是減肥，即係如果得嘅話咧，呢四樣嘢咧十萬嘅根本。咁、你諗都諗到啦，你唔好講減肥同賓州啦。咁、你最一般嚟講就係糖尿膽，即係血壓或者膽固醇最好賣嘅啦，幾緊係嘅啦呢啲。佢話：屌你老母！我琴晚沖完涼，因為我好撚孤寒嘅。我同大家講，總言之咧，錢冇所謂，啲嘢係貨咧，我就好唔屙拉嘅啲貨。屌你老鼠！一開咗我咪賣少啲啊！咁我係咁諗嚟諗去諗嚟諗去，好啦，屌你攞翻樽黃色嘅，因為我有樽星龍水啊嘛，因為佢保健啊嘛。咁我屌你老母沖完啦，噴下先，又噴下咁。噴完之後，我冇啦，我冇諗特別諗嗰啲嘢，冇諗特別諗嗰啲嘢。咁啊咁老夫老妻亦都唔會咩啦，特別搞嘢啦。咁啊諗住係咩？哇！我跟住我瞓覺。咁啊，喺度睇劇啦！哇，今朝起身朦朦朧朧，屌你老母！一望，屌你老母！你擲醒，好似有少少耳朦，睇一個撳咗個電話，屌你老母！7:50就想瞓翻啦，但係一起咗身咧，我哋啲年紀咧，想瞓翻嗰個難嗰啲啊，於是乎咧，瞓喺度嘅時候就胡思亂想啦，唔知點解，屌你控制唔到，就諗嗰啲鹹嘢啊，即係朝頭早啊嘛，哇！我屌你老母！突然間感覺到一股熱氣啊！唔怪得佢話咩咩養鳩我條鳩啊！一種熱氣冇硬我條鳩，好似好暖咁樣啊！屌你老母！跟住哇，我屌就忍唔住隻手扶下兩嘢啦！屌你老母！我而家終於知道佢點解叫星龍拳啊！星龍王啊！星龍拳嚟！哇！佢真係哇！佢真係咁樣樣！哇！屌你老母！我入到去廁所，我入去廁所啊！屌你老味！我已經我咪同我大家講過，我要褪好撚多步，因為要撳低條輪啊嘛。係。先屙到你。我而家唔係啊！我直情入去沖涼嗰度啊。直情入沖涼嗰格啊。高射炮啊！屌你亂咁屙尿，咪沖涼咯，順便即刻肥翻嗰度。唔係屙落嗰個尿兜度啊！我同大家講，你有尿頻夜尿嘅星龍王。你話喂，我要放前列腺啊？咩前列腺癌嗰啲星龍王，但更加最直接嘅。會到我躁氣，做翻個真男人，好似頭先個網友老許咁樣。喂，仲要喎，可以唔止30分鐘。老許我諗40多歲啦，就所以上嚟唔止30分鐘啊，係個意念控制。唔想對方辛苦，因為老實講啊，如果你30分鐘不斷咁插，你問心嗰個，我懷疑有啲誇張嘅，因為你個體力都好大噶嘛。攰啊！屌你老味，嗰條女啊，真係可能咁啊，
乾撚曬啊！佢都，但有啲人話三十分鐘好少喎、啊。好撚屌，佢可能有少少誇張嘅，我都少啊，仲喂，其實一般屌閪嚟講，你如果計埋由打機輪傾愛談情説愛冇得講啦。如果唔係嘅，係咪十分八分鐘嘅啫？係嘛？如果齋差唔多啦。十分八分鐘嘅啫，係嘛？你話唔係？屌你條佬話，快我未夠啊咩？你又有新鮮感，喂、咁啊，咁你咧就喂好啊，佢都咁上下，停，佢又俾人點滅咗，屌你，跟住諗下，屌你老母閪，有冇搞撚錯？咁樣都俾紅牌，即係用思維啊，即係將你淡化。你如果想出嘢就唔係啊嘛，想出嘢就屌你老母，屌你個殼，明明呢條女好撚正，好撚中意佢都好，屌屌下你諗我呢個舒淇啊，屌你老母，姚子玲啊，屌你老母啊，即係咁樣噶嘛。屈明泉啦，屈明泉就唔會啦呢、這個 ，OK， 好啦，喂。我告訴你，我給你在對燈火說，在兩個下個星期四未到，即是再下個星期三，我不肯賣回580元一支，我不肯是人，因為我覺得一樣會買，可能會剩一排、一樣會買而已，如果我怎麼要賣350元，我想一下，我現在跟你說屌你老味閪！你哋一般咧出嚟營商嘅咧，呢啲產品咧，你哋可以估到啊！嗱，佢公價580，佢幾錢俾我咧？你哋可以估到啊！一般啊，一般營商嗰啲 discount 啊，喂，我真係賺你幾蚊啊！我點解啊？因為我係希望可以獨家啊嘛，所以我而家要谷到去盡。但係當我知道佢嘅效果，屌你老母閪！徐少強咁樣，屌你老母，屌你咁再向天比高，再與天比高，升龍王，哇！真係好撚堅啊！屌你老味閪！嗱，你琴日有冇再試啊？冇啦，你前日試完 ，OK。嗱，你要再試，咁樣結合埋我今晚唔知點解嚟未啦？屌你老母，我都唔知用買得邊樣。屌你老母，阿常燕今日又上嚟，又有嘢嚟？唔係，佢話喂，阿霹靂哥啊，你做咗幾多盒啊？嗰、那個乜嘢？佢要同我換翻個新配方，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擁蟲肽。我哋如果換翻都冇用啦，我呢個隻好撚勁啊。不過擁蟲係好嘅。跟住話，哎呀，各有各。各有各啦，佢嗰個股嗰個調理，因為咧嗰陣時咧嗱，有一隻咧有啲網友同我反映，喂點解冇咁勁嘅？因為嗰只係慢咗啊，後來先同我講，點解咧？因為俾人搞，於是乎抽咗一種藥材，所以你點解咁停咗咁耐咧？而家搬到去台灣，直情台灣，屌你啦，咪係就回復最初嗰只，即係你個 fans 嗰只啊，話好撚勁嗰只啦。咁同埋出多隻，另外一隻就唔係呢只，另外一隻咧就強過而家嗰只，但係就適合三高。糖尿病人用嘅，因為有啲唔撚得噶嘛。咁兩隻，咁你調理就調理啦，你中意噴嘅都調理噶。真係屌你老母講真啦！哇！哇！屌你老味閪！今日啊，我見到我啲網友啊上嚟買嘅時候啊，嗰種屌你老味，患得患失啊，唔係咩啊，係患得患失。我哋定啦，放心。因為我已經收得太多啲資料，加埋老許呢個信息咧，話俾你聽，屌你老母閪，冇撚得傾，好撚堅啊！真係，特別係年輕朋友，一定要試下。屌你老母閪，食碗面都食撚咗佢啦！我唔係580，我真係唔撚係人啊！休息一陣，咩啊？有相啊？係喎，出埋相，出埋相，仲有張相，唔係冇自信啊！你未去到嗰個年齡啊，係個心理上面真係唔得噶啦。個年齡玩得多都會咩咧？其實咧，其實玩得多呢樣嘢咧係好重要嘅。理論上咧，人都係動物嚟嘅啫。你照計咧，應該咧喺嗰啲即係交配期、雌春期咧執幾劑嘅啫。你老母閪，你講真，即係正常男人啊咩啊？如果香港好景嗰陣時，一個月做20次都唔過分啦。有啲人啊，嗌條女佢過夜驚死食底嚟，三四3-4磅啦，係啊，3-4磅啦，唔死啊？係啊，屌你，冇錯。就係、是、即係星龍王，大家睇下星龍王下面啊，嗰扎有扎唔知咩字泰文定都唔知咩文啊，唔知咪咒語嚟噶，好撚堅啊！黃身御用啊！好撚堅啊！真係好撚堅啊！我都唔知點同你哋講。屌你老味，試一次，好撚堅。OK， 大家休息一陣。